那我跟你讲，他第二起，第二起一个公关找这个人去试菜。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男艺人嘛？就是这个男艺人，有一个公关找他去试菜。试菜，嗯。结果在试菜的当下，菜还没吃一半，是真的试菜哈、哦。对，然后呢？他就真的跑去厕所。他有这个能耐哦。这是最近的事。我看一下哦，疫情前后。等一下，这个男艺人，你觉得他蛮可恶的地方，就是走到哪就把妹到哪，但他其实自己有一个正宫了，对不对？那是你讲的，你看吧。他现在就把锅甩给我，不是把锅甩给你，你看你都知情，那你我问你哦，你在我刚给你看到照片的时候，你现在知道是谁了？我是蛮惊讶的。在你的印象中，你有惊讶吗？我有，你开玩笑，你不要给我做节目笑，你根本一点都不惊讶。因为我认为他现在，我认为他。我们以前经历了一个风波之后，他应该洗心。我们以前在自由的时候，三不五时拍到这个人，每次都带不同人。对。对，还有回应也是你问的啊，稿也是你修改的。那是以前啊。标也是你下的。不是，他后来有洗心革面啊，不是吗？那是更严重。哈。走隐藏版的更严重。对啊，真的哦。对啊，哎呀，这很多人就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，对啊。他提到这个男艺人，我必须讲，就是说。过去妹真的蛮多的啦，这我也知道了，我也有找你们去拍，但是因为他经历过一些风波之后，我一直认为他洗心革面，但是现在按照小葛的说法是没有，然后来可不可以用水果？不行，因为呢那个食物说起来太明显，不要说是什么食物，水果？No， 不是，我不能告诉你是水果、是菜水果，我懂了啦，不行，我懂。